车。高县警察局在这一次扫荡赌博专案共计查获37件的赌博案件，那其中比较瞩目的部分有5件嫌疑赌博案件这嫌疑赌博这个赌客分别有下注200万100万70万不等合计他的金额大概430万左右。那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个赌客跟主头，他们是以这个今天有吃鱼吗作为代号来下注一注是以50万来下注。那因为嫌疑赌盘这个影响到嫌疑的公平性我们会到嫌疑以前会持续来扫荡这个嫌疑赌盘。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总共累计起来的赌博金额大概多少就是其他的像那个六合彩的跟这样总共金额做多少整个专案的累计的金额为1亿3000多万。